这一招，吕洞宾提壶倒酒力千金。 接着铁拐李，玄铮膝撞醉魂阵。第三招汉钟离，铁步抱蹄窝心顶。 张国老醉酒抱心踢连环。 韩湘子情万情凶醉吹箫。 仙人敬酒锁喉扣，何仙姑，弹腰献酒醉当步。客官，您要是要喝酒，您去那边踏踏实实、慢慢的喝。 我干嘛要去那边呢？哎，对不起，客官，本店是个大买卖，从来不卖靠贵酒。您还是去那边喝吧。我就是要在这里。客官，您这可有点为难小的了。卖给您不打紧，如果让掌柜知道，恐怕要折了小人的草料。您还是去那边喝吧。哎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你怎么回事？你干嘛呀？没事，没事啊。 你怎么大人呢？我就专打你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东西。我连东京汴梁的大馆子都去过，谁能把我怎么样？别着喝，接着喝啊！怎么回事啊？官，来来来，出什么事了？掌柜的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位客官非要喝靠贵酒，咱酒店有规矩，不能卖呀。大爷正在休息，这点小事儿别惊动了他。给他酒。 算你识相，干活去，干活去啊！给你酒。你干嘛喷人脸上？哎，你当我不会喝酒啊？闹事儿，赶快去叫大爷。这酒就赏给你喝了。
你们这家黑店竟敢拿这种酒来糊弄我，你们赶快拿好酒来惹毛了我，我就一把火烧了你们这店。主人，主人，什么事？大惊小怪，店里来了一个醉汉，满嘴胡说八道的，掌柜的说八成是来挑事儿的，您过去看看吧。来了几个人？就一个人。叫他娘一个醉汉，你们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算了吧。那个他看上去好像是那天拉住马车的武松。啊，是武松。哼，果然来巡视。好。哎，不对，万一他真的喝醉酒的话，你要讲仁讲义，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吧。是。来闹事，就你那几招，我蒋门是怕你吗？看到没，这顶银子够我喝光你们所有的酒，快给我拿好酒来，不然我砸了你们这家店。哎呦，老板娘，大白天的你们吵啥呀？让老爷听见了还不臭骂你们一顿，真是吃饱了撑的。不是老板娘，您不知道，他非要喝靠贵酒，我好歹卖给他了，可他把酒全吐到小的脸上了，还骂骂咧咧的。也不拿耳朵打听打听，这是蒋大爷的地盘，是你撒野的地方吗？来人，来，把这个醉汉给我轰出去。是，是，把他赶出去。你这老花母狗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嘴巴放干净点啊，这是我们老板娘。好，来这里陪我喝酒。你这个找死的，我打死你。武松，又是你，给我拿下！是。Hey!
饶命！饶命！我今天就打你个明白，我就是景阳冈的大户武松。我知道，周文，武松大爷大名，请你饶我。不知道蒋门神哪里得罪你了？哪里得罪我？我告诉你，你在这孟州欺压百姓，横行霸道，我就是容不得你。大爷饶命！我以后不敢了，我以后不敢了。以后不敢，你现在给我记住，你把这快活春酒楼马上还给金岩镖师恩。 好，还给他，还给他。哎呦，昨天你抓了我大姐，还有铁牛兄弟，另外三个好汉，他们都是我的兄弟，你马上把他们给我放了。放，一定放。大爷，请你饶过我。从今以后，你给我听好，立刻给我离开这个孟州，否则我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，见你十次就打你十次，打到你踏实了为止，听到没有？听到，听到。招办，大爷，我招办。马上给我滚！滚！ 来，小娘子，来来来，快来！大成兄，酒来了！啊，快坐，快坐！哎，给我饮一杯！哎，来来来，来，小娘子，给我饮一杯！来，马上！来来来，喝一杯！来！哎呦，你太。
来，喝呀，哥哥喂你，来，你们两个怎敢在此佛门经里调戏妇人，把这好好的瓦罐寺给毁了。你听我慢慢说。哎，我来，是这样的，施主，本来这瓦罐寺啊烟火兴旺，只因那几个老和尚为老不尊，吃酒撒泼，这还养女人。现在呢，由我们两个来主持。哎，那两个女人是谁啊？这两个女人啊。他们是后山村子里王友金的女儿，这王友金啊，以前跟我们有交情，经常给我们吃的喝的，我们这不是在帮他吗？现在他们家落魄了。师兄该说的已经说过了，要不您去问问那些为老不尊的和尚吧。洒家自会去问，如果你们两个鸟人敢骗洒家，哼，洒家的禅杖可不认人。听到了，贫僧不敢。嗯。啊，原来你们几个老撮鸟为老不尊，坏了瓦罐寺，还在洒家面前搬弄是非，还把粥都喝了。大师，就要听那和尚道人胡说呀，他们抢了良家妇女在佛门消遣作乐，方才见你手持禅杖才不敢与你争锋。你若不信，你再去看看，看他们与你怎么说。那你们也不能把这粥都喝了呀！我再信你们一次，如果再敢骗洒家，定叫你们吃洒家300禅杖。啊！这，给我出来！人呐！啊！人，出来！师兄还在找我吗？哼，鸟人，看洒家不打爆你鸟头！是哪个错鸟？快给洒家滚出来！我当是哪个强盗和尚在这拦路劫财的？原来是鲁提辖。哎，你不是已经在五台山出家了吗？你是哪位？我是山东五二。哦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在泾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武二郎啊！哎，江湖虚名，不值一提。哎，你带吃的了吗？有，我刚好带了烧饼。哎呀！鲁大哥，吃慢点啊！开心！哟，我的心还在瓦罐寺呢。我走，走，就我那招，差点要了他的命。好啊，今天打得不过瘾。兄弟，你在这儿等一会儿，带洒家杀了那两个撮鸟。哎，那和尚再来呀，我就杀了他。
你两个错鸟，你佛爷我吃饱了，来，都给你死我活。你一个野和尚还敢再来手下败将，贼和尚是来送死的吧。武松，今天你要在一炷香之内打出山门，否则的话你还得再等三年，你明白吗？弟子明白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好，闯关开始。蛇拳，师兄，我就陪你玩玩吧。
Thank you.
僧，你下山去吧。阿弥陀佛。大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都已经来了18回了，只是你一回都没见我。哎，似有似归嘛，练武学佛的僧人是不能见女人的呀，姐。当和尚的时候，你要念佛，你不可以见女人。可是你现在已经出了少林寺了，怎么就不能见女人了？哎，姐，不能乱说话。我哪有乱说话？师傅让我给你带好吃的，走吧。好。大姐，你在回去的路上要小心了。你也一样啊。我知道，我会注意的。好了，姐，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。哎，你不去见师父了？路途遥远，我下次再见他，你就替我向师父问好吧。这一路上要小心呢。你武松呢，已经不是5年前的武松了，我孙二娘也不是5年前的孙二娘了。这周氏道法呢，我已经学了一半了，要不要跟我练练？我看算了，下次我再向你讨教。这么说呢，我听来还舒服一点。那我们就在这里告别吧。那好吧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咱们各走各的。嗯，那大姐，我希望看你先走。好啊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。真是的，早告诉你酒劲儿那么大，你喝那么多干嘛呀？就在那儿，您看看。哎，我说客官呢，您可真是的，您看看，我可真没骗您呐。来，如有过往客商等，便于四五位这三个时辰结伴过岗，其他单人客商不得前往啊。我可告诉您，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啊。您如果非要过前面的景阳冈，我可不拦您。啊，您可看好了，这可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贴着县衙的榜文啊！我可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，我先走了。出了事儿别找我啊！走了。
好，这里是个好地方。
你去死吧！你是谁？我们是本乡猎户，因着锦阳冈上出了猛虎，阳谷县拘着我们县妻捉拿猎杀。这虎是我打死的。啊！我们乡里几十家猎户，个个家世齐全，折腾了一个多月，伤了人命十几条，就没把这家伙怎么着。是啊，就你把他打死了，谁信啊？老虎躺在这里，信不信由你。我要赶路，失陪了。哎，英雄且慢。是这只虎，是，果然是这只虎。是，敢问英雄尊姓大名？清河县武松，小名武二。山东武二啊！哎，这是大虎英雄啊！大虎英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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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！快去看大虎英雄啊！把个大厨打死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啊？还就是你我姐，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这回咱们阳谷县可出了人物了。大郎，大郎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赶紧看热闹去啊！啥热闹啊？弄得阳谷县惊天动地的。你还不知道，锦阳冈那只老虎让一个好汉赤手空拳给打死了，现在正披红挂花游街呢。走，赶紧去看看，再不看就看不到了。我先走了，走了。云哥，云哥。哎，等我一会儿，等我一会儿。是啊，了不得，兄啊，了不得呀！云哥，你也来凑热闹了？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英雄啊，壮士，为民除害，好。赶紧回家把你媳妇儿喊来啊，让你媳妇儿扛着你看吧。听说你媳妇儿个头不矮，不像她三寸钉不着你。哎，大哥，这个不是俺兄弟武二吗？啥？你兄弟？你看错了，没错，就是俺兄弟武二。二郎，二郎。哥哥，啊！哎呦，真是他兄弟啊！哥，哥哥，兄弟啊，兄弟啊，哥。哥，真的是你吗？是我，没错。
兄弟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啊！哥，我回来了，想死哥哥了，哥！哥，你怎么了？你把我撞晕了，对不起，哥，没事。哎呀，二郎啊，不打兔子了？我不打了，我该打老虎了。也就说，这只老虎是兄弟你打死的，真的是兄弟打死的，太好了，你给俺们武家老祖宗争光啊！俺们老武家500年。不一千年也出来不了一个英雄啊。哥哥，你不要哭了，如果没有哥哥你，就没有我五儿。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。说什么糊涂话呢，哥哥怎么能打死一只老虎呢？啊，好，哥哥你不要哭了，他们都在看着呢。啊，好，哥哥，站好。哥都这样站着，把腰板挺直。啊，好，哥挺直。哥，要不是因为哥要抚养我长大，哥哥不会如此模样。哥哥，你的大恩大德，我一定会谨记在心，一定会报答的。哥哥。兄长在上，请受武松三拜。别这样，二郎，咱别这样。好，二郎，快请起。二郎，好，太好了。武松。大人叫你继续游街。去，游街去吧，啊，去吧，啊。那哥哥，我就先走了。好。哎，兄弟，记住啊，一定要把阳谷县大街小巷都给他游遍，让阳谷县的乡亲们知道，俺武家也出了一个英雄。好，哥哥，一定的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哎，走吧。哎，兄弟，晚上回来吃饭吗？不了。今晚衙门有安排，哥哥。啊，那记住啊，一定少吃点酒啊。哥哥，我知道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哎呀，好！大郎，真是你弟弟啊？那还用说，是俺家五二。快回来吧，而且俺五二还是个地地道道的打虎英雄，也是你二叔。俺的炊饼蛋呢？俺的炊饼蛋呢？炊饼蛋呢？各位兄弟，各位乡亲呢？俺兄弟如今成了打虎英雄，今天的炊饼啊，随便吃，不要钱。来，吃，随便吃啊，不要钱。你兄弟娶媳妇儿吧，媳妇儿还没呢。如今俺兄弟已经是打虎英雄了，要给俺兄弟娶一个漂亮的媳妇儿。嗯，英雄配美女。来，吃，来。大师，闻知师傅新来住持菜园，我等街坊邻舍啊前来道贺。对，大师，既然是街坊邻居，就去县狱里喝茶吧。大师，我们参拜大师吧。大师，请受我们一拜。大师，
大师，这几个撮鸟不三不四不肯上来，肯定是想捉弄嫂子。拜见拜见大师，大师，大师啊，是我们一拜。大师，大师，来来来来来，大师，大师，是我们一拜。大师，大师，都起来吧。好，上上。站住！你们两个跑一个扔一个，跑两个扔一双。这臭气熏天，过来把他们给捞出来。把我们捞出去。你们几个鸟人还敢耍洒家不？臭死了，去洗干净，干洒家说话。是不饶命啊，哎，你们几个撮鸟跟洒家说实话，刚才为什么要戏弄洒家？小人们祖居于此，平时就靠赌博讨钱为生，这菜园子是我们的一时饭碗呐。师父从哪里来？如此了得，相国寺里不曾见过师父。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董经略相公帐下提辖官，只因杀人太多，才自愿出家，从五台山来到这里。从今往后，我等愿服侍左右。对对对，服侍左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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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位大师姓鲁，法号镇身，休说你等六位泼皮，就算是千军万马，你们也奈何不了他的。兄弟，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啊？怎么，公事忙完了？大哥，我在等太师府的回执，一想到鲁大哥你在这里，我就过来看看。来，你们几个人快点拜见五都头。他可是景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山东武二郎。江湖盛传打虎英雄，今天我们有幸相见，当尽地主之谊啊。兄弟坐。去拿酒，快快快快快拿酒，快拿酒，快快。来来来来来来。让你们几个今天破费了。我等有幸今日得师父主持菜园，与小人做主啊。来，五都头，来来来，我敬你一碗。来来，哎呀，兄弟，这比景阳冈的酒怎么样？还好，只不过淡了一点。来来来，五都头，大块吃肉，大块吃肉。吃吃吃吃吃，来来来，吃吃吃吃吃。赤口上天，白蛇入地呀。说什么鸟话呢？什么意思啊？大哥呀，这句话我懂，他是说老鸭乱叫，怕有口舌呀。对对对，老鸭在哪儿？墙角那棵杨柳树上有个老鸭巢，它每天都哇哇叫到晚。你们几个把梯子搬过来，我上去拆了那鸟巢。走，一起去看看。走走走走，好，来来。哎呀，几个几个几个，我来我来，偷我一把，偷我一把，你我一点使点劲，哎呀，走开走开，
神勇啊！这算不了什么。大神绝对不是凡人，是真罗汉呐！是是，神无千斤气力，如何能倒拔杨柳啊？好气力啊，师傅，好气力！去，把洒家的禅杖拿来，洒家要演练兵器。来，大哥，你真是功夫了得呀！哎，哪有兄弟好啊？兄弟，佩服佩服。大师，这么沉呢？有多重啊，大师？不重不重。刚好是62斤。站住！这位大师真是了得，使得好器械。哎，林教头说好，定然是好啊。哎，这位是谁呀？哦，回大师，这位就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武师林冲。哦，师兄，真的是你啊！兄，真的是你啊！师兄，武二兄弟，哎，二娘听说你来了东京，正去客栈找你呢。什么？大姐也来东京了？明天是师父66岁的大寿，这太巧了。对了，师兄，来来来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鲁达兄弟，洒家关西鲁达，年幼时曾跟家父去过东京，有幸见过林教头。论年纪，你应该是哥哥。好，我就认你这个兄弟，鲁达兄弟，哥哥。对了，师兄，你今天怎么会来到这里啊？今天我跟我家娘子来这大相国寺许下求子相愿，听得有人使杖，便让女使锦儿陪我家娘子先去其他大殿逛逛，不想却在这里遇到了你还有鲁达兄弟。师兄啊，近来可好啊，我来到东京正想要去拜访师父和你呢，不知道师父的现在身体怎么样啊？师弟，师父他老人家好。师父他正念叨着你呢。大姐，你怎么来了？还说呢，你上哪儿去了？让我满城好找。林兄，这位是？这位是我师父的义女孙二娘，江湖号称母夜叉。江湖女豪杰，久仰久仰。见过鲁提辖。哥哥，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，那我们就去痛饮一番，喝酒怎么样？好。请。里面请。老爷老爷，休要在此喝酒。大娘在圆通殿外跟人吵架了。小娘子，你把事说好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想要干什么？小娘子，不要走啊！别走啊！呦，真漂亮！听我说话好不好？来呀！放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，你是林教头林冲，干你什么事啊？林教头，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。还不撒手！快！干嘛呢？是哪个错鸟敢挑衅俺家大嫂？哪个淫贼在此闹事？阿弟，坐他！吃
吃的豹子胆吗？啊，原来是你呀、啊！看洒家不砍了你！慢点，这位是高太尉的大公子，他不认得我家娘子。几位兄弟，林冲本想教训于他，只是担心在高太尉面前不好交代。我看，饶了他这回吧。哥哥，你怕他高俅，洒家可不怕他。如果洒家看到这撮鸟，再去调戏良家妇女，定斩不饶。滚！滚呐！走！大嫂，叫你见笑了。哥哥，今天碰到这个撮鸟，大大的扫兴。明日有时间，跟大家一起喝酒。一定叨扰，告辞了。告辞。娘子，你没事吧？嗯，